哪来下雨的？我只是想找个有屋檐的地方躲一下。不用你赶，我马上走。好几次都想跟你说来着，但是看你在朝里被挤兑的模样，如果再爆出我没有身孕的话，怕什么？我和严斌主仆两人光脚进京，还怕那些穿鞋的？大不了我回我银城做我自己的生意，去皮尔木囤货也不错，还是那时候好。你说什么？贾韵的事情你知我知，传出去你是要被砍头的。怎么，你要包庇我？否则呢？一损俱损的事情我可不做。什么俱吗？这还不是生意人的想法。是啊，谁让你是我手头上最宝贵的货。感情我就是货呀，那你准备怎么卖啊？学那些奸商先囤积起来，等行情好了再卖个大价钱。我无所谓啊，反正我有腿有手，卖不好了我自己跑。这一次我不会再放你走了。可是你在担心小仙吗？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我的心意，我回去向父皇请命，让他收回成命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，你所有的可是，我都会替你解决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之间不许再有隐瞒、欺骗对方。